姐，你那个艾草给你差不多煮完了，我只剩最后一把了。你这个艾草是在街上买的，还是你们自己在山上割的？这个？街上买的也有一点，割的也有一点。明天再去街上买一点，不够了。再不洗头了，这个头发都可以炒油、炒菜了都。可以洗了，那么久啊？可以洗了，只要用那个艾草搞点那个姜就可以洗了。好久没洗了，洗了个头好舒服。爸爸。妹宝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要不我们回去了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回去了好吧？看你大姨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这两天回去了，好吧？哼，生气，不想回去，回去干嘛？回去啊！这一半也我怕是好想怕。着说，哎，回去请个人自己去上个班，好不好，妹宝？全没跑，请个人干嘛？我来之前都请了个人呢，请个人带妹妹2000多块钱，自己去找个事做也有1000多。那你给我，你我带你好吧？叫大姨带你啊，妈妈去上班班啊，赚钱钱啊，好不好？你先跟你大姨关系搞得好啊。好啊。好吧，我帮你泡好不好？你觉得在这边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你喜不喜欢这边？喜欢这边。那你一直跟大爷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你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那你不要跟我回去了吗？你家妈妈也在这边。你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？反正我觉得挺好的。就是人家说的山清水秀，挺好的。妹妹啊，你妹妹她现在不愿意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挨着妈妈坐下。我们就在这边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挨着妈妈坐下。我们就在这边好不好？哎呀，跟大姨那么亲。你要不要看在这边找一个合适的，看一下。你要叫谁找？我姐不找。那只有他承认什么的。有合适的肯定，也有想这个打算了。妹妹，来，你好烦。你一个咋子？你一个人在下面带小孩。又要上班，又要很累的。你请人又能怎么样？请人的话，始终还是自己没有自己带的好。一个人带肯定是累喽，这个都知道的，肯定累了，那也没办法了。你累还不是要做？一个女人虽然说不一定要婚要成家，但是起码的以后要老有所依，是吗？我帮你泡好先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洗一下碗啊，可以吗？Hello，在干嘛？在衣服。他那个嘴巴一天到晚没得空吃。你在干嘛？你没穿衣服啦？又有好东西吃。你今晚上洗脚吗？不用洗了吧？今天都用那个艾草泡了好久了。泡一会儿了，我不洗澡了呢。现在煮了只一把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明天去到街上再买一点。上次我就看那个，煮完了。老奶奶打地摊那些，有就在那，还有没有？去看看有的那个没在买了。那今晚上不泡了吗？你去洗澡啊？我去洗澡去了。来，大姨，你看好不好吃？来，别吃了。姐，你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啦，可以在楼上走一走，或者是在楼上走一走也可以啊。就一天不要说一直在家里面，走一走对你身体恢复的也好啊。哎，不要这样子搞。都是水。
自己心里面也没那么烦嘛，到处走一走，运动一下。来。